滚水煮五分钟，倒进红烧汤头和牛肉块。这一碗阿舍食堂红烧牛肉面再度入选全球十大快煮面。微风集团入主后，全球布局拼外销，近三年销售成长达12倍，在美国光是原味一年就能卖超过3000万包，还挤进2020年度全美前5000企业，排在食品类第11强。比泡面健康的感觉，很快，他很饿的时候可以赶快吃一下。靠方便虏获台湾人，外销也卖出好成绩，不止阿舍干面。细面条起锅，加特制芝麻酱、椒麻辣油，还可以搭配肉燥和青菜。出自老妈干面的担担面，同样也勇闯国际，挤进全球十大快煮面榜单。一包包干拌面在产线完成包装，过去有30多年制面经验的蓝山面也出即食版，平均每个月能卖25000包，外销出口英法爱尔兰冰岛25国都能吃到。台湾干拌面销国际，专家分析面体 Q 弹，搭配酱包，从葱油、麻酱、麻辣都行，口味多元也是关键。它的变化性也比较多，像深夜干拌面做素的啊，或者是做荤的，甚至做一些不同的口味，因为它制造成本低，所以很多的品牌它可以利用它做一些行销的操作。空间比较大，卖面卖成台湾之光，从口味到口碑行销都下足功夫。三选郭一轩、谢淑明投的。